你就要死，那呢我就成全你。你要放过叶家，放过少杰，会用的。你就家己自我了断，安尼咱两个人的事就算是平清啊。你若是不肯，那呢你死啊，我就继续吐。狗妈妈鬼啊！你若是搁搞话，我就让高云雀生不如死。高云雀，当初张嘉玲被跳破叶少峰的心思的时阵，你勇气雄辩，你讲你要家己自尽，安尼你家安尼哦，买单伫人生最后为叶家做一件好代志啊！顾秋，妈，不要，妈，你慢点，阿姨，你慢，我求你，你放过妈，我求你了。伊害你这么着急，我更加不可能放伊煞。进来，没人进啊！顾秋，妈，阿姨，妈，哥哥哥，少峰，你无代志哦。我无代志，志成认为你来做千面女郎，所以马上打电话给我，叫伊都爱较细腻的。想不到千面女郎叫伊的下手人要来抓我，好佳哉，我早就准备好。这带你看到的拢是有故意的演戏的，目的就是要赶过来一边。好啊，恁赶过来护士，要唔过头一个死的是高云雀，要唔过恁一个一个拢莫想要离开啊！你走袂去啊！二哥，马上报警，一定把这小杂物两边关起来。少强，你袂用报警，伊是你的亲亲妈妈呢，你再放伊抓伊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我袂当阁会继续威胁叶家，做成家大臣哦。二哥，麦嘟嘟，你若是想要让伊顶起台湾，我阁我会袂清，安尼你就报警。高云雀来找我，我哪有可能会白走一遭？少强，少强。强来是不是在表演？我一定找你试试。Thank you.